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共享富裕藍衫紅帽慢慢集喎。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係神驅馬靈啊，內欄英俊飛驅咧，九九圍金外邊咧，追出粉紅衫走緊四搭啊，係君志成啊。內欄第五位就係呢只綠色好運嚟噶。再見到第六位嘅馬啦，仲係精算特殊啊。尾三位置藍衫紅帽係共享富裕啊。暫時墊落一對，咁外邊淺藍衫就係幸運同行啦。埋邊粉紅眼罩暫時包尾咧，係美麗多贏嚟嘅。去到對面直路尾啦，前面。放嘅馬咧有呢只就九九圍金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外邊啊君志成啊，埋邊第三就係呢只咧咁啊慢慢上咗少少就神驅馬靈啦，第四位英俊飛驅啊，內欄第五綠色好運，第六位嘅馬咧紫色眼罩仲係精算特殊啊，後邊三隻美麗多贏啦，尾位置就係嗰只共享富裕啊，暫時包尾仍然係幸運同行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，前面九九圍金咧擠嚟咗大概有一個身位到啦，君志成就第二位啊，神驅馬靈。第三英俊飛驅，第四埋邊，第五綠色好運，第六位紫色眼罩，外面精算特殊，後面三隻美麗多贏共享富裕同埋幸運同行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九九圍金咧，咁啊仲係支嚟咗一個新位嘅，見到君志成越逼越近噶啦，外面追噶嘛，神驅馬靈啦，入邊上咧仲有綠色好運啊，出邊有一對分別咧精算特殊，大我當上緊嚟就係共享富裕啊！最後一百米到精算特殊透出咗，咁啊但係外邊共享富裕攤出咗啦，埋邊仲有一隻神驅馬靈，最後五十米外邊逢馬。過嘛，咁啊先響個頭炮先嚇，就係呢只共享富裕啊，精算特殊第二、第三名咧，神驅馬靈跑第四名係英俊飛驅啊，咁啊雖然就一枝獨秀大熱門啦，似乎贏起上嚟開頭都有啲驚險啊，但係外邊始終係熱過身跑千六，外邊過曬啊，跑第二名精算特殊啊，第三名嘅馬咧係神驅馬靈，第四名英俊飛驅。头场赛事赢马报文啊，共享富裕咁啊，上个礼拜塞咗车，但系开咗气咁啊，翻嚟保重啦。精算特殊跑过第二，神驱马靈啊，翻嚟跑过第三、第四名，英俊飞驱。左段都有啲立，佢一样都立嘅，上次唔立做弊嘅真系。好定嘅，你睇下报文咁啊，见到步速咁快啊嘛。随自己步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咧，中間位置喜勝威龍咧，全神貫注咧，外邊旋風傳奇，最出咧仲有隻全程路通啊，內欄第五位就朗日雪峰啊，外邊位置仲有星火燎原，淺藍衫走咗上去啦，馬林中間第七位啊，紅色頭罩一隻就可愛新星啊，灰馬內欄尾五咧就最多歡笑啊，後邊四隻永勝金區逆市奇巴，藍衫白帽外邊進佔尾四咧就星運王爵啊，暫時殿後係勇冠王子嚟噶，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！全程路通就帶頭嘅，全神貫注就第二位，內欄第三喜勝威龍啊，咁啊旋風傳奇第四啦，內欄第五朗日雪峰第六位，淺藍衫仲有星火燎原，內欄灰馬最多歡笑啊，後邊五隻可愛新星，紅色頭罩響尾五都跟得幾順啊，後邊四隻有呢只星運王爵啦，黃衫內欄尾三咧就逆市奇巴，後邊兩匹馬勇冠王子藍眼罩暫時墊後咧就永勝金區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仲係全程路通啊，全神。冠主橙衫追緊啊，響入邊叫個位上嚟就喜勝威龍啊，出邊有旋風傳奇啊，馬林中間仲有朗日雪峰啊，外邊追啲嘅馬咧仲有可愛新星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到啦，埋邊透出仲係呢只全程路通啊，外邊位置旋風傳奇他著咗衝咗上嚟噶啦，最出位置仲係只可愛新星入邊攝上嚟喜勝威龍，接近終點旋風傳奇贏啊，跑第二名可愛新星。第三名喜勝威龍，第四名應該係朗日雪峰嘅機會比較高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旋風傳奇啊落咗班咧，就即刻嚟咗一個變身啊！咁至於跑第二名嘅馬，外邊位置可愛新星，第三名埋邊喜勝威龍，第四名應該係朗日雪峰嘅機會似乎高過星運王爵喎，咁啊比較近啲嘅。細潘同阿大潘串 Q 啊！潘明輝繼續有馬贏，伍彭志亦都開户啦，落班即刻得手啊！旋風傳奇、可愛新星跑過第二，喜勝威龍第三，朗日雪峰咧睇嚟第四。臨尾都著咗六格啊，十七倍。佢又跑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漏閘嗰只就威德勇士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呢只陸續威啊，一馬當先擺前面放噶啦。咁外邊位置果然僥倖啊，最出有美神來啦，第四位全城大勝喎，內欄第五啦。咁啊見到誒呢只豪豪運紫色衫走埋上去添，內欄第六位啊紅衫啊廚師法版啦，後邊嗰五匹馬啦登膽黃星多多啊，尾三紅眼罩財進啊，尾二黃帽快活英雄啊，暫時大墮後就係出閘慢咗嗰只威德勇士嚟噶，轉緊彎啦。陸續威就放頭美神來外邊啦，何好運咁啊深紫色衫第三位啦，第四位內欄位置啊廚師法版啦，出邊果然僥倖啦，中間第六位仲係全城大勝啊，響外邊橙衫你仲有登膽黃內欄紅眼罩有財進啊，後啲噶嘛勝多多攞出去外邊拍住黃毛只快活英雄一齊衝噶啦，好啦最後三百零米啦，陸續威佔先嘅，何好運就開始拍上嚟挑戰佢啦，再見到埋邊位置仲有呢只廚師法版啊，中檔追上嚟果然僥倖，出邊有一隊勝多多大我當快活英雄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何好運已經係脱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！第二名啊嘛，外邊勝多多上咗嚟，第三快活英雄，第四名係陸續威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何好運啊，咁啊都係學緊嘢噶，過馬咧都猶豫啊只馬有啲啊，咁但係踏著咗嘅時候咧，就將自己力弱嗰只陸續威過咗噶啦。外邊第二名九號勝多多，第三快活英雄，第四名埋邊係陸續威啊！心智都未算啊，好成熟，但一樣都照贏啦。喺呢一組啊，何好運加個面箍潘頓跑第二名，勝多多第三名啊，攝只冷腳啦，快活英雄啊，跑第四名係陸續威。今日都好積極啊，擺咗喺前面啊，跟前望空。都係四九一對高啲啦，呢場爆唔出樣，係啦。好，你一起步啊，大慢集進優自在啊，慢咗少少尾二啊，線路通明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就高氣派內欄馬特風啊，外邊有一隊粉紅衫咧就俏郎中，最出橙衫咧就鼓浪非凡啦。咁啊，大約五六位到啦。紅衫嘅馬咧就係淺藍帽騰飛塔啊。咁啊，跟住個第六粉紅衫啊桃花多嚟噶，後多爭噶嘛。內欄線路通明，出邊加州代表啊，中檔尾五無敵精英啊，後邊四隻橙衫啊起步為佳，內欄尾三進優自在，尾二戰鬥英雄喎。藍帽咁啊，藍衫嗰只贏到爆，暫時電流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原來俏郎中喎，拋嚟兩個馬位到啦，鼓浪飛。凡第二位啊，高氣派啊，第三馬特風第四啊，第五紅衫咧仲有騰飛塔啦，內欄線路通明啦，中間粉紅衫白帽就桃花多，大約六七位到啦，攞出去外邊有加州代表啊，揈到最出咧就橙衫嗰只起步為佳，等入邊嘅馬咧仲有線路通明同埋進優自在啊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俏郎中拋嚟對手個零身位到啦，咁啊見到中間鼓浪飛凡追緊，桃花多上緊，入邊上嚟仲有高氣派，大我當喳喳聲上嚟仲有一隻起步為佳，最後百零米。外面冚上嚟，起步為佳，鬥緊中間桃花多，兩匹馬鬥緊，埋邊仲有俏郎中，最後五十米，外邊起步為佳，入邊桃花多接近終點，起步為佳出頭啦，跑第二名桃花多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有鼓浪非凡同埋埋邊俏郎中相當接近啊，咁啊真係可能喺外邊壓人啊好啲啊，都係縮埋隻耳仔嘅，起步為佳，咁啊終點前力壓桃花多，第三咧中間三號鼓浪非凡。咁啊，同埋埋邊俏郎中相當接近，真係要靠潘頓啊！呢匹起步為佳，咁啊，今日外邊亦都有追啊，喺度擒過咗入邊嗰只桃花多。第三名咧都係啲辛苦噶啦，呢只鼓浪非凡啊，走去放頭有個第四喎，俏郎中啊，真係以為潘頓係咪揀錯，結果都係冇錯啊！真係都係贏到只桃花多，真係好嘢！咁鬼潘頓啊，真係醒啊！好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就藍衫啊，良區好友啊，響中間勝利神區上咗去啊。第三位係百勝威龍啦，第四位出邊啊碎炸粉紅衫粉紅帽，第五位有型人啊，內欄黃衫英雄本色啊，出邊綠衫紅帽添喜運啊，後邊五隻快樂高球勁大威猛武林至尊啊，殿後一對鋭一同埋嗰只咧就標誌將來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一千米嘅段處啊。前面放嘅馬咧，係嗰只良區好友嚟噶。第二位就百勝威龍啦，外邊
第三啊有呢只就碎炸。內欄第四位嘅馬咧，仲有勝利神區出邊第五天氣雲啊，第五位粉紅衫係有型人啊，咁啊見到埋邊就英雄本色啦，出邊啊快樂高球啊，後邊四隻勁大威猛鋭一啊，尾啊標誌將來包咗落尾嘅馬咧係武林至尊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睇啦，梁區好友就佔先嘅，數中間嘅馬有碎炸，出邊啊天氣雲啊，等入邊嘅馬咧仲有勝利神區啊，響入邊粉紅衫粉紅帽咧就有型人俾人冚住啊，出邊冚嘅馬咧仲有快樂高球啊，最出嗰邊有勁大威猛同埋鋭一啊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馬添起雲喎，埋邊啊梁區好友啊，快樂高球外邊追，內欄上仲有勝利神區，外邊追咗少少，仲有勁大威猛，中間有型人啊，接近終點啦。今場賽事冷門嗰只跑得好啲喎，添起雲啊，跑第二名咧，快樂高球同埋出邊勁大威猛近嘅，第四名係鋭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添起雲啊，咁啊擺咗喺前啲嘅位置啊，走甩咗先噶啦。第二名以為快樂高球嘅時候，外邊勁大威猛上咗嚟啊！第四鋭一嘅機會係咪高過武林至尊咧？需要影相。好啦，結果五棚子一對，但係冷門嗰只贏啊！添起雲、鍾奕禮亦都開胡啊！跑第二名勁大威猛，第三名快樂高球，第四出邊鋭一都唔使等落班添啊！四班底就喺度同你贏啦。不過大熱門嗰只有型人啊，全程都好搶口啊！中間嗰度啊 check 咗添啊，直情直頭喺彎位度差唔多蹲。王記舉十一大熱啊！好，你一開就運來五波稍慢啲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快馬加鞭啊！響外邊咧就喜進之星，中間寶麗生輝白衫嘅，最出黃衫黃帽，仲有機械騎士啊！第五位就新強福盈啦，咁啊外邊咁啊有派頭粉紅衫啊上翻啲啦，最出黃衫黃帽咧，大家跟住個第七位仲係燃心星啊，內欄第八紅色頭罩最好玩，中間領航才子啊，尾三係勁先生啊，尾二就街磚三啦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運來五寶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。外面機械騎士走上去啦，埋邊喜進之星啦，寶麗生輝第三，新強福盈第四啊，落後兩個馬位第五位嘅馬啦，粉紅衫有派頭啦，黃衫外邊第六位仲係燃心星啦，後啲嘅馬快馬不加鞭勁先生啊，尾四領航才子尾三喎最好玩啊，後邊兩隻街磚三同埋五運來五寶嚟噶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機械騎士透出咗噶啦，埋邊喜進之星又上翻嚟喎，中間有寶麗生輝啊，出邊追係新強福盈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上跟嚟仲有隻勁先生，最後一百米到。新強福盈透出咗，外面逢馬過馬上緊嚟嘅勁先生，入邊仲有寶麗生輝接近終點，勁先生收姜贏馬，新強福盈第二啊，寶麗生輝係第三，第四名係快馬加鞭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勁先生嚟咗一個大變身喎，今季初出啦，第一次跑泥地啦，外邊一衝上嚟收姜贏馬，新強福盈第二，寶麗生輝跑第三，第四名係快馬加鞭啊。諗住要睇一場先啦，加呢個眼罩初跑泥地逢馬過馬喎，呢匹勁先生啊！跑第二名咧，十一頭馬嘅新強福勁，第三名咧寶麗生輝，第四名快馬加鞭。哇！好似裝咗摩打咁啊，喺外面咁樣衝上嚟啊，過曬。著六格得手啊，十五倍咋最後。咁啊，可能幕後睇三遠挑戰杯大熱係六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金絲聖將內欄快喎，咁啊中間有喬峯白衫綠帽嘅，最出淺藍衫啊妙算高哥，第四位白衫紅帽十二神將，中間藍白橫間衫，第五位仲喺香港神區啊，內欄第六啊鐵三角啊，中間藍衫藍帽，喺個馬林入邊咧就係呢只幸運震撼啊，外邊咧就騰龍四海啦，殿後兩匹馬九尾狐大面箍嘅，暫時殿後灰馬一隻係智旺財嚟噶，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放咗出嚟咧就喬峯有少少搶口。外面咧冚上嚟就妙算高歌啊，跟住第三位就十二神將啦，金絲聖將第四啊，香港神區第五啊，橙衫第六位，外邊咧仲有騰龍四海啦，內欄白鼻箍粉龍帽鐵三角啊，藍衫藍帽尾四到啦，就係呢只幸運震撼啊，殿後兩匹馬仍然係九尾狐同埋灰馬嗰匹咧就智旺財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妙算高歌佔先嘅，外邊浸浸冚噶啦，十二神將啦，香港神區啦，攝入邊上有呢只咧就係鐵三角啊，馬林中間
咗金絲勝仗，揈出去外邊追啊！有騰龍四海同埋幸運震撼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十二神將響中檔唞出咗，沿欄上嚟有呢只鐵三角，外邊追啊騰龍四海，入邊咧仲有呢只金絲勝仗嗰啲馬，最後一百米到騰龍四海外邊追緊十二神將，兩百馬相當接近，接近終點啦，埋邊十二神將，出邊係騰龍四海啊，第三名鐵三角，第四名係金絲勝仗啊！是不是真的識贏就是識贏呢？這隻十二神雀都真的一隻識贏的嘛，結果一路力拒來犯，外面八號騰龍四海給了很大威脅他，外面鐵三角追人跑第三，第四名是金絲勝仗。開頭真係冇飛㗎，呢匹十二神將啊，咁啊潘頓跨下，咁啊再下一城啦，識得贏嘅馬，騰龍四海及不長都入 Q 啦，已經鐵三角跑過第三、第四名金絲勝將。阿圖，你快啲揾下之後你仲有啲咩夾住嘅，唔好夾，唔好等啦，入 Q 啦已經啊！不過潘頓都要落咗差唔多。好順最派五百一十一蚊，三重彩啦，仲係五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彩虹千里外邊快閘嘅，埋邊包裝八落啊，三幾個箭步放啦。聖二龍紫色眼罩第二位啊，外邊啊自強不息藍眼罩內欄第四怡勁力啊，中間仲有爆熱啦，出邊色種笑啊，馬林中間大約第七位到啦，黃衫紅帽啊喜自保啦，出邊啊歌舞團啊，尾四自己話是尾三彩虹千里喎，後邊兩隻灰馬精英紅心響尾字啊，暫時墊後係嗰只贏得自然嚟㗎。好啦，過曬呢個八百米啦，前面放馬咧就包裝八落啦。自強不息就外邊嘅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嘛，外邊啊色種笑啊，第四係聖二龍啊，外邊冚上去啦，黃衫紅帽喜自保第五啦，內欄第六怡勁力啦，中間第七啊爆熱啊，後邊嗰五隻彩虹千里歌舞團啊，尾三內欄自己話事頂到最出啊，係精英紅心啊，咁啊包咗落尾贏得自然嚟噶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佔先嘅嘛，仲係包裝八落啊，自強不息第二位數出嚟嘅嘛，有聖二龍外邊喜自保，大外檔係精英紅心啊，最後八。聖二龍中間透出，外邊上嚟有喜自保，大外檔係精英紅心，接近終點，聖二龍仲係佔先，中間喜自保，外邊係精英紅心啊！至於跑第四名嘅馬咧，包裝八落，自強不息，兩匹馬亦都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聖二龍終於都贏翻場啦，喜自保啊黃衫，外邊好被動追上嚟啊！精英紅心似乎第三咋，第四名嘅馬咧包裝八落埋邊，四號同佢影相係自強不息啊！前季呢匹聖二龍都係泥地攞到三 win 噶，咁啊上季冇頭馬見面，今季潘頓幫佢贏啊！喜自保跑過第二，姗姗來遲灰馬精英紅心第四名咧，自強不息啊！把握到機會啦，聖二龍啊！今場嘅走位都好精警啊，潘頓。好蝕啊，精英。八二係六十四號起飛啊！好咧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外欄位置星仔快車快啊，咁啊中間有大財啦，魔術控制黃衫嗰匹啦，咁啊大約第四位咧最入有環宇風彩啦，橙帽咁啊第五位外欄位置啊當家精神啊，粉紅眼罩進佔第六咧，仲有呢只陸續豐收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就年年幸運啦，外欄紅衫紫色帽啊萬里飛至啊，入邊白衫白鼻梁就川河首區最入咧，仲有三軍勇將啊，後啲先見到有耀寶啦，萬事快響尾三啊，尾二啊宮頂暫時電。就是東方飛影啊，跑了一半的路程啦，放了出嚟就是嗰只魔術控制噶，外欄有星際快車啊，再見到進佔第三位就環宇風彩入邊三軍勇將啊，馬林中間咧咁啊見到呢只陸續豐收啦，外欄位置上咗少少，仲係只萬里飛智啊，最後百零米到啦，透出仲係呢只魔術控制啊，外欄星際快車第三位嘅嘛，仲有環宇風彩第四位萬里飛智接近終點啦，咁啊一接手咪即贏啦，魔術控制贏啊，咁啊仲要攞到個特別獎金添啊，跑第二名咧。外欄位置星際快車咁啊，埋邊環宇風彩都搶上嚟啊！至於跑第四名嘅馬咧，前中段都係靠近外欄嗰只萬里飛智啊！好啦，一轉馬房都贏馬啦！呢只匹魔術控制啊，好似試習咁啦，都係好好速度嘅。星際快車喺外欄跑過第二，冇乜飛嘅環宇風彩第三、第四名咧就係萬里飛智。正路賽果啦，魔術控制我哋都話賽前試習嗰個時間都做得好好嘅，大熱 Q 喎，都係齋推嘅咋，靠速度。咁啊，上季初出個場都係熱門嚟嘅。好，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中間大紅袍搶啦，再喺外邊有綠族光芒、美麗邂逅、中間時尚歡欣啊，第五位外邊藍眼罩就老班精神啊，哎呀，嗰只魅力之餘俾人 check 咗內欄知識衫嗰只啊，睇翻前面嘅馬啦，美麗邂逅搶出嚟跑嘅，第二位嘅馬有綠族光芒，最出嗰邊咧仲有藍眼罩進佔，第二就老班精神啊，第四位內欄黃衫就太陽勇士啊，第五位時尚歡欣，第六位咧內欄綠衫和平波啊，中間有大紅袍啊，出邊橙衫啊陽光勇士啦，再後邊嘅馬星雲俏著藍衫白帽嘅，大約尾六到啦。咁啊，再內欄位置仲有魅力之餘啊，尾四係愛意龍啊，後邊三隻將二九九為尊啊。暫時電流係勁進區嚟噶。好啦，入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只美麗邂逅嚟噶，老班精神第二位啊，太陽勇士第三，綠族光芒響第四啊，第五位嘅馬埋邊啊和平波啦，攞出去外邊有時尚歡欣大紅袍啦，等入邊有將二啊，馬林中間魅力之餘啊，掟到最出嘅馬咧有陽光勇士愛意龍啊。大外檔仲有隻啊，九九為尊啊！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仲係美麗邂逅啊！中間上嚟嘅馬有綠族光芒啊，出邊上時尚歡欣，外邊追仲有陽光勇士啊，涉入邊咧仲有隻老班精神啊！最後百零米，陽光勇士外邊有逢馬過馬，拋離後邊嘅對手贏馬，進佔第二位有仗義上得嚟，中間綠族光芒入邊咧仲有老班精神，贏馬係陽光勇士啊！第二名係仗義啊！至於第三名嘅馬咧，愛意龍外邊冚上嚟，入邊藍眼罩，咁啊仲有隻老班精神比較接近啲嘅，再入邊藍衫咧，勁進區咧都有啲威脅啊！好啦，結果尾場賽事大熱門都係取勝啊！呢匹陽光勇士輕鬆喎，外邊冚過，都係要睇嘅馬啊！仗義入 Q 啦已經。第三係咪都係要睇嗰啲嚟㗎？第三係咪入邊勁進區嘅機會高過老班精神咧？要影相喎。外面也還有一隻愛意龍、啊、都跑得不錯的，很近的，是不是老班精神也還有機會頂到好像最後問